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. Happy birthday. 上星期三呢单西营盘山道切人案轰动网络，原因唔系当街切人啊，都惯晒啦，最多咪中西区加一，而系被切嘅对象系 KOL 张欣欣嘅男朋友张欣欣。一开波大家都误会系另一个啊，据了解系呢个张欣欣嘅男朋友叫 Alex， 姓王，31岁 ，IG 自称企业家。虽然 Alex 嘅 IG 咧有好多相都见到同张欣欣好 close 啊，而张欣欣 IG 几日前咧先 po 咗同 Alex 喺情人节食饭嘅相，又花又礼物又 Happy Valentine's Day， 但最新消息系张欣欣向其中一间网媒出律师信否认 Alex 就系佢男朋友啊。我哋有 DM 过佢，但到截稿前都冇回复啊。Anyway，Alex 被斩前一日先同一大班 friend 喺五星级酒店庆祝生日。当时歌手 J.W. 同被法庭判令破产的男友叶伟彤都有去噶，点知第二日夜晚 ，Alex 同三个朋友打完边炉，夜晚11:04左右，同朋友行紧嗰阵时咧，几个刀手就坐住部银色 E-Class Benz 出动，精准咁对住 Alex 手脚背落刀，伤得嚟可以清醒送去玛丽医院，案件啊列做伤人，由西区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，暂时未有人被捕噶。究竟点解会俾人切呢？系咪得罪咗啲咩人呢？咁就要召唤江湖速报。嗱，呢位 Alex 咧，屋企系开财务公司嘅，曾经结过婚，同前妻生埋小朋友噶。消息透露，佢被斩嘅原因咧，怀疑系同佢之前喺社交媒体出铺唱前妻有关啊。而前妻咧就同佢一个大埔猛人个仔拍拖，呢位大埔猛人咧同圣和行得好埋噶，怀疑啲刀手咧就系圣和派嚟嘅。其实连登咗一个月前咧，就有人 po 咗怀疑系 Alex 前妻嘅 story， 内容系话前夫冇准时俾赡养费，但见到佢同张小姐成日外游，生活奢华，踢咗 Alex 同张欣欣嘅 IG 噶。之后事件就越爆越多，两个人喺 IG 互出 story， 疑似前妻就话前夫讲大话同家暴佢，就连粒四卡求婚钻戒都唔系前夫送嘅，系自己爸爸送嘅。Alex 嘅 IG account 就出 story， 指控前妻背夫 send 艳照俾第二个男人，甚至出轨，连啲相啊都 po 晒出嚟，怀疑系因为呢啲 story 惹嚟被袭之祸啦。而有网民就揾到，怀疑系前妻男朋友嘅 IG， 呢几日嘅 story 都系话呢单嘢可以冇穿冇烂嘅话，佢改姓，同叫大家唔使做和事佬，江湖事江湖了。亦都有话 Dear 情人，你嘅情人节礼物嚟紧啦。不过呢单斩人案嘅真相究竟系点呢？系金钱纠纷呢？定系感情瓜葛呢？相信都要等警方嘅调查结果。今次条片就嚟到呢度，大家又点睇呢？欢迎留言、like 同 share 条片，仲有去网页登记做免费会员花生油，有好多着数优惠。下条片再见啦！